我妈不打。对，因为那是必考的。必考。对，每人罚四个刀工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刀工。好，不是我说的，有五个棋，哪五个棋？这叫背棋。这是做鱼翅最好的原料，但是这个是对。这个叫胸鳍，这个叫腹鳍，肚子嘛腹。这个是臀鳍，这是尾鳍，有五个鳍啊。胸鳍你看拉过来，头向左，尾向右，背向里，肚向外，这样然后切下去，然后背上翻过来，背上背上下去。头下来。然后尾部从肛门处直切。然后把鱼放好，抹布压住，然后把肚这个胸腹上的肉把它提起来，中间的是猪骨是吧？贴着猪骨，贴着猪骨啊，然后过来。刀呢？我这个刀不是平的推进去的，我有点往下压的，因为骨头中间厚，边上薄。如果你要平着过来，骨头肉多。普通的肉多呢，进料率低，进料率低成本就高，明白这意思吧？人家一斤鱼，一条鱼做四分寸，你只卖三分寸，你毛毛多少？你看这个劈过来的时候，尽量贴着背鳍走。如果你劈过来的时候离背鳍越远，说明骨上肉越多，是这意思对不对？啊，一定是贴着背鳍的。这样没肉了，你看。很光滑，很平整，不要深一刀浅一刀，会波浪的。然后他翻过来，压住啊，放你手啊，也是贴着舒服，推进去。这个刀呢，往前压一点，往前压一点。别拿手电，放在看，是吧？这里呢，等会很多同学会做不好，这个地方很多都错了，这个就下来了。没有了，皮没有皮了，或者是，哎，等会有点皮子嘛，正好没肉了，肉多的就。好，我们给其中的一块，就刚刚说过这一块啊，这个是胸骨，把它去掉。这个地方当心，这个地方没有骨头，很容易破，尽量不要破，就是个弧形上下来。然后呢，这一块把皮去掉，好，把看好了这块肉啊，然后把中间从中间切开，白的就是皮，是不是白的？嗯。切到皮，然后把刀口放在刀板的边缘，要这样不行的，这样就推不进去。你看，这是不是？你看，刀好进去是吧？然后刀，你看，捏着这个缝隙进去。皮不要破啊，皮上不要有肉，掉的话。好，这整鱼分档。我给摆一下给你看看啊，好吃就让摆了八块一个，这个整鱼分档一共摆八块，这是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、八块。皮不要破啊！皮破了。你扣了吗？你这差不多了。好，是每行四个刀工，这是其中一个，还有三个刀工是什么呢？已经讲过了，姜丝、姜片、胡萝卜片三选一，给你切好了，放在旁边。这都给你切好了，你切不好。鱼丝、鱼片、玉米也给你切好了，你到时候拿着放在盘子里。还有一个墨鱼卷、鲈鱼卷、南瓜干，切好放在盘子里。好，四个，一边就是30号贴在这个盘子里就好了。他一看30号四个刀工的，知道吧？这样到时候还会给你点东西做样子，磨洋工，磨磨洋工把它摆出来。那么这个好了，就让摆着知道了吧？这都不用了，你拐了啊？这也不用了啊，我们用这些东西。
这天明天烧甩水，明天红烧甩水，拔水甩水。这一块呢，我们明天切，我们切过下来，不要再照这样前面一块，等会你就两面，两块一定是留一块胸骨的，你对两个都把胸骨去了，胸骨去了就下不了主干。这个黑膜你可以刮掉，不要去胸骨，不要去皮，主干。